9月18日，张艺兴现身机场。当天，他身穿长款毛衣，戴着黑色口罩，一头金发，阳光帅气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张艺兴的头发似乎炸毛了，就像一只毛茸茸的小绵羊，十分可爱，让人想揉一把。照片已经曝光，粉丝纷纷评论道：“张艺兴真的太可爱了，像软软的棉花糖，羡慕我哥的发量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